目前船上的渔工是越南、印尼、菲律宾。无食猪肉节吗？也不会有问题啊。阮顶管的主本也是印尼的主。需要朝拜的话，我们也是让他休息朝拜这样子。渔获量越多，他们的奖金会越多。I'm really really happy. Taiwan, 很好。